了，我们去彩妆免税店了，也是谢谢大家，也谢谢大家给小娜捧场，因为大家也是来过韩国好几次的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会有一个柜台，到那边呢，我们大家好好听一听，然后再自由活动。因为我们那个韩国的保养品，你要不听的话都不晓得怎么用。你不买没关系，不买可以不听，但是你感兴趣的话，你到前面听一听。因为像比如说洗面乳啊，什么去角质啊，你要不听的话就会把它给弄毁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大家到那边仔细听一听，然后结束之后去哪里买，其实东西都是一样的就对了。整个那个柜台全部整个店都是一样的，这里只有韩国的牌子，没有进口的。那这里韩国的牌子买了就可以直接拿出来，不是说你买了到机场里，这里呢你买了所有的东西，比如说你买了染发剂去角气的，然后或者比如说你买了环釉膏，你买了韩国的肉毒杆菌涂抹式的，这些你买了直接就可以拎出来就对了。那我们这里呢大概里面一个多小时，看你们结束全部结束了我们再上车去吃饭了，大概这里开车十几分钟就到了。